指前行，心留在远方，泪水滑落，火焰燃过夜漫长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哪里？曾展翅飞过我的视线，我看见没有天堂，只有染红的点点星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这里，这里风在歌唱，用一生的爱在你视线里一路不再潘司令，看见了吧？我们是来求财的，不是来求气的。大家和气生财嘛。机会来了，他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，蔡英豪也没有防备，我们要不要动手？新闻的特务还没出现，他们的牌还没出完，我们再等一下。这银国会妖法，怎么办？都是些小法术，怕什么？我是怕咱再等一下，咱就该吃亏了。庐山还没有现身，我们再等。这小毛贼就耍上天了，抢到老爷头上来了，老子一枪毙了你！司令，慢。司令息怒。能听我说一句话吗？蔡将军，你要说什么？现在时局艰难，我知道老百姓生活困苦，否则你们也不会出此下策，铤而走险。这样，30万军饷，我不要了。潘司令。蔡将军可以不要那30万，但是我要。哎，这酒店内外都是重兵把守，就是你抢到这30万，你能带走吗？哼，这就不烦你潘大司令操心了。弟兄们，给我下了这些当兵的枪！Thank you.
我们这里可是有人命的地方，你们这些人敢乱动，我们就要把你们全部杀光。秦姑，你高兴得太早了吧？我这里个个都是神枪手，谁敢乱动，我立马打碎他的脑袋。 行秘书，韩司令烟雨楼的宴会你怎么没去啊？哈，我肚子疼，不想吃饭，所以就没有去。肚子疼？我看是头疼吧。蔡师长那番话，是不是让你坐立不安呢？啊，我不明白，马高参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五十八军鲁军长他有个很大的毛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 爱喝酒，每天他都要喝上2两。错，是好色。怎么，他没对你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还有这样的毛病吗？卢军长现在根本就不喝酒，他有糖尿病，已经戒酒好几年了。看来你跟他不是很熟啊。 我是去年才从东北剿总调到五十八军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过你跑得真快啊，比共军跑得都快。报告！报告马高参，潘司令和蔡师长在烟雨楼被土匪袭击了。什么？真出事了？什么土匪这么大胆？是果子岭的银姑。不过潘司令和蔡师长没事，司令马上就回来。 真炸药绑在身上，这些假玩意儿，管个蛋用啊！是啊，谁知道新把那个老家伙能把咱们给看穿了？咱们也吃不了这么大亏啊！走，快点，小心！老段受伤了，没事。杨云，你带他们从走廊线撤出去。那银姑娘你怎么办呀？别管我，我来掩护你们。那怎么能行呢？ 你们受我掩护，这是命令，少废话，快走！撤！
秦国，你受了伤，又没子弹了吧？投降吧！你想活捉我？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总会在自己的枪里留下最后一颗子弹。 蔡师长，这个人是共产党，他是来杀你的，你还要安葬他吗？杀我？他是怎么死的？现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了，你看不见吗？难道你真想让傅品谦安葬他吗？所有的人都在杀人呢，只有他在救人。 刺杀蔡英豪，这样一来把我们的部署都给打乱了。潘金刚设下这个骗局，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不是土匪搅了这个局，会是什么结果？结果就是，既杀了蔡英豪，也杀了共产党，谁会从中渔利呢？ 师座，您回来了。这是共军发来的最后通牒，限我们在七十二小时之内缴械投降，否则就发动总攻。从贵为调的两个师现在在什么位置？不清楚，鹰嘴战役之后，这两个师就失踪了。我们怎么也联系不上。我担心他们是不是悄悄撤走了？不可能，冷江是白长官桂系的北大门，他能撤走不管吗？希望如此。哦，师座。 听说您在烟雨楼遇到土匪了，我还听说共产党想在烟雨楼谋杀您。不光是共产党想谋杀我，在背后打黑枪的人，我看比共产党还可恨。您在这儿给他们把大门，啊？他们在后边丢砖砸瓦，依我看啊，这个大门还守个屁！这不一样，越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与共军决一死战。 就更显得我们这清白他们这龌龊。我饿了，看看什么吃的没有。好。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
没事吧？我背你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流了很多血，伤势非常严重。我们到天宁寺躲一下吧。 来，这边给我追！有人追过来了，快走，走，来，快！侯爷，我追！罗大坝的牺牲让傅品谦心情沉重，他更加意识到冷江局势的复杂，不得不重新考虑应对措施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更大的阴影就要笼罩下来。嗯。嗯。嗯。啊。嗯。 跟潘婷婷一个病房的是谁呀？是个女学生，上个月在果子岭说碰见鬼了，神经质了。她呀，到医院是来调养的。这世界上哪还有什么鬼呀？把潘婷婷接出来，单独一个病房。我们医院的病房本来就很紧张了。刚才言语楼的事儿，让我不得不提高警惕。潘金刚不是个靠得住的人。好吧。 我去办。我让公子去找雷副官了。今天的事情一定要有个说法，要让潘金刚解释清楚。要不要向野司汇报一下？好，你向野司报告。 我唠叨，谁唠叨了？是不是赖你？我不怨意跟你说，是不是赖你？是不是因为你啊？我不听你的。那你少废话！你的，你来断断这个理啊！是不是我说的，把真家伙绑在身上？是不是他非说潘金刚那边的人怕死？结果怎么样？他娘的，咱们亏大发了！你别听他的，那也是银姑让我们这样做的。银姑不想让我们白白送死，所以才让绑假的。你少给我提银姑。 银姑她不会这么说，就是你，他娘的胆小怕死。你他娘的才怕死呢！就是你怕死，你怕死，你怕死，你怎么着？姓段的，我告诉你，银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枪就崩了你，我先崩了你。 你看看，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我的枪快？嘿嘿，还是我的枪快。哎呦，我的二位爷呀，银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？你们俩怎么又干上仗了？哎，不对呀，不是刚才山下报信说，银姑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哎，对呀。可是谁救的？现在什么情况了？ 你们也不问清楚一点儿，都怪你，杨云说的对，这样我现在马上下山去打探一下，顺便接应一下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什么？你别跟着我，你身上还有伤。谁呀？我这点伤没事。城里我比你熟。哎呀，我行了，山上好几千号兄弟，得有人照顾。得嘞，带几个兄弟吧。
不用了，一个人来去方便。我下山雇个车，麻利的就回来了。老李。 小心点路上啊！姑娘，谢谢你。想问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只是个路人。 不过，这光天化日的抢酒会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今年春旱，接着又是夏旱，粮食缺收，苛捐杂税一样不能少，老百姓过不下去了，才上山投靠了我。姑娘，我如果不抢，我拿什么养活这几千人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，他们可是穷人的队伍。哼，共产党，别跟我提共产党，我跟他们有着杀父之仇。段爷，段爷，段爷，可找着您了，段爷，出事了。老熊头在后山砍柴，他说，他碰见鬼了。见鬼啊！ 您快去看看吧，老头已经吓晕过去了，口吐白沫了，我看是不行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你脸色怎么越来越不好了？你是不是很痛啊？啊？不要紧，我是心情不好。这天宁安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。18年前。 我爹娘死了，走投无路，只好到这庵里落发出家，跟着净弘法师学佛。那你后来为什么上山没回来呢？前些年在这庵里，日子过得还算平稳，有师父照顾着。 慢慢长大以后，情形就变了。记得15、16岁以后，这庙里经常来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，他们总是对我不怀好意，白天言语挑衅，动手动脚，到了晚上就丢砖砌瓦。 甚至砸撞敲门，日子过得每天都是心惊胆战的。还好，师父会武功，他能保护我。直到日本人占领了冷江，这帮狗日的，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我，就闯进了庵里。 抓了师傅，师傅为了保护我，活生生的被他们剖开了肚子，挖出了内脏。当时我就躲在这菩萨后面，亲眼目睹着这一切。可是我不敢哭出声，硬是把眼泪活生生的咽下去了。 那些日子，我每天怀里揣着一把剪刀，告诉自己，如果抛不得我的清白，我就一剪子刺下去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见我的爹娘。好了，好了，怎么了，老熊头？
老熊头，滚！滚！他这是怎么了？日本鬼子，大白天日本鬼，我从石头缝里看他们蹦出来的。滚！老熊头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这山里哪有鬼啊？滚！滚！他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滚！老熊头，滚！老熊头，滚！他已经死了，他就这么死了？他是被人吓死的。英国还没回来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山里真的有鬼。他给浪费了。新闻在上面监视下面，我们即使动手也不可能有机会。怎么，你是在怀疑我们老板的诚意？那你怎么解释新闻设伏这件事？我没法解释，你自己去问他吧。是猴子，那么僻静的地方，他怎么回来？堵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建平，飞烟，邢秘书，快这边走。不是，快进去。这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要不要冲进去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冲个屁呀！撤，回去，你回去，撤了，撤撤撤撤撤！昏过去了，院长，您赶紧看看吧。是降生，已经感染了，马上送手术室。我换件衣服，马上来。好。老傅，这不是薛敏吗？谁给他送过来的？不知道。已经感染了，要马上手术。我刚安置好潘婷婷，这又来了一个，是不是太巧合了？我们医院被人盯上了。是谁救了他？又是谁给他送过来的？真的好奇怪呀！先不管这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我们从烟雨楼里出来，跟踪银姑撒在地上的血迹，是一直跟踪到天宁寺附近，他突然不见了，所以我判断
他应该就藏在天宁寺里边。天宁寺？嗯，我们在附近展开了搜查，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。谁？潘司令的副官雷雨，他还跟一个陌生人在一块儿。我的手下刚要把他们围住查问，您猜怎么着？潘司令的秘书邢飞燕又来了，还掩护他们逃跑了。老板，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呀。又是邢飞燕？嗯。你当时为什么不抓他们？哎呦，马高灿，一个是潘司令的副官，一个是潘司令的秘书，我是怕给老板惹麻烦，所以就没敢动手。你做的对，抓住了，那就是个烫手的山芋。什么意思？抓住潘司令的副官和秘书，你真的想把他击翻吗？这个邢飞燕太可疑了，我看他就是小蜜蜂。五十八军在恒宝的惨败溃逃，作战机密的泄露是主要败因。我当然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这么大的事，你还能稳坐钓鱼台啊？潘司令，我在天宁寺看到了邢飞燕，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可疑啊？司令。哼，我们正说到你。奇怪，你怎么会到天宁寺那么僻静的地方去呢？我还需要解释理由吗？雷副官告诉了我，他不过是跟一个普通朋友见面。你也不需要向我解释。雷副官不肯告诉我他那个朋友是谁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曾建平，我的大学同学，他有个绰号公子，还是我给他起的呢。啊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北平的燕京大学。哦，燕京大学，那里的共产党可是很活跃，你和他都是共产党。您这话我没法回答。哎呀，那次军事会，蔡师长怀疑你是共党的小蜜蜂，是我保了你。我保对了吗？对与不对，您心里清楚。有个人，我很想见见，你能帮我约约吗？司令，你想见谁呀？庐山。取出来，依莲，注射麻药，好，准备手术。老傅，我有话跟你说两句。准备。好。你知道手术台上躺的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他是果子岭土匪的头子，他是反对共产党的。你真的要救他吗？他受了重伤，如果不尽快把弹头取出来，他的生命就有危险。冷江一旦解放，这些土匪就是我们见证的一大隐患。你为什么不趁机铲除这个隐患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是个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。可他是我们的敌人呢。敌人也是人，
是病人，别再多说什么了。我们准备手术。老板，酒是他，你看他走路那样，跟个魂似的。 马高三怀疑他是共堂的小蜜蜂，你觉得他像吗？何止是像啊！我看他根本就是。你就是个笨蛋。啊？能一眼就让你认定他是小蜜蜂的人，他还会是小蜜蜂吗？走吧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先到春兰茶馆，然后到医院。银姑在那儿呢。 在医院呢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在冷江，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住我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看那女的，大屁股水桶腰，那脸盘子长得跟满月似的，不怎么好看。就你也会看女人？啊！你那眼光，啊！哼，貂蝉都看成了猪八戒。 穿白色长衫的人，看见了吗？老板，就是这个人在烟云楼里出现的，昨天天宁寺的也是他。我要他，猴子，你赶紧下车，悄悄跟踪他，把他抓起来。好嘞。 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
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时间，你给过我多少的呼吸，让我行走在无悔的天地里。时间，你能给我多久的呼吸，我就用全部来交换生命的意义。你在这里，这里风在歌唱，一生的爱在你视线里一路不再悲伤。